五四三，第一个被我找到的，今晚跟我回家。二一，哎，老板你怎么不藏啊？你们玩不？我。哎，随便藏一下，一起玩呗。三，门先关好了。藏好了吗？我要开始找了。今天第一个先抓谁呢？不会有笨蛋藏前台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你是在这特意等我呢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好，三二。这回被我抓到可就没机会喽。我怎么听到这有什么动静呢？啊，这回被我抓到了吧？你第一个被我抓到的，晚上跟我回家。去你家干嘛？打扫卫生行吗？行。走，跟我走。这么大会议室应该不会藏人吧？还挺聪明。请问里面有人吗？不说话，我开门了。这这么黑，你敢藏这儿？要不我进来陪你啊？我第几个呀？你第二个，没法去我家了。这里应该不会有人吧？抓到了！玩游戏，说明他爱玩游戏，声音不关。下回别这么笨了啊！这老板能藏哪呢？你们知道不？有线索没有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这还有哪儿没找呢？这老板不会回家了吧？有人吗？这么黑，应该不可能吧？这鞋还在这儿呢，老板不会就藏在办公室吧？抓着你了！你刚才怎么不看桌子下面？你故意不找我？哎，老板，他们都不在。不在？我。